我相信，我相信上帝的应允，我相信上帝你的听，永远无离开我。我相信你是真搁活的上帝，咱来献上甲咱的敬拜。我相信。
将我的事交代上帝，伊所行的代志大到袂会失足，伊行的意思算袂了。上帝奇妙作为是用人无法度切断的，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安怎样讲，就会安怎样来成就。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带着极大的快乐甲关闭。上帝所应允的每一项事，拢无空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今仔日今日早起，咱拢带着无同款的需要，无同款的欠缺，来到伊上帝面前。咱这个时阵，咱要来用咱的主来祈祷，或者咱是咱的肉体有病痛，咱要想要得到上帝的医治，或者是咱的心灵有创伤，想要得到安慰，也是伫咱的工作、咱的经济有压力。咱需要上帝来帮助，让咱会当得到富足。咱的上帝是用测不透的功夫来供应咱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每一个人拢跪下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咱凭着信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的信心有偌大，咱要确信上帝成就就会偌大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提醒，你若仰望上帝，应允伊的成就，伊的成就，咱拢甲上帝讲，向我们的神来倾心吐意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讲我来用感谢最济来到你面前，就是要荣耀你。主啊，你甲我讲，你来阮所祈祷。来求的，要信一点点点，就会得到。凡我们所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兄弟啊，这是你所应允的。我求你这个时阵，给你我每一个人的快乐，给你我对上帝的信，给过我的信，我愿凭着信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做我确信，你替我所应允的。拢未成就，主啊，我完全相信，因为你将来是无无私的上帝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有你，你常常将迄个万所无法度切断的丰富来满足我的感慨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帮助我，恳求你来帮助我，因为我需要你。我若无主耶稣，你点伫我的生命内面，我就啥物拢毋是。万事啥物拢袂会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，主，我要确信，这个时阵你是现实是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运行伫你的圣殿的内面，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帮助，开启我的心，互我愿意徛伫顺从伫你面前，也开启我的心，也只现实踮伫阮生命的宝座来做王，来掌管我的生命。主，我感，我确信，主你是，你是真，是一个活的上帝。因为主，我知影你为着疼你的人所陪伴的，是我的目睭未捌看见的，是我的耳孔未捌听见的，我的心未捌想过的。你疼我到安尼，主啊，我要向你，向你献上我无限的感谢。主啊，我感谢有你，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！这个时阵，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目睭开开，咱用这首诗歌来正做咱生命内面的祈祷，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完全相信你的应允，请咱目睭开开来听这首诗。Yeah.
好，主耶稣，感恩三个弟弟的时间。